今天我们准备拍大家期待已久的那个糖果挑战，然后我们买了，不同口味的糖，然后就是和小胡来，让小胡他和我来一起来挑战一下。对，但这次我们还是在室外，所以有不同的声音。打开吧，还是全新的，我们都没有试过，还没有拆封，刚买的。今天是这一期由我来吃糖果，然后他来猜。真的吗？嗯。好，或者可以互相一起。那下一期就是我来吃，让你来猜。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味的，怎么办？哎，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。我尽量能尝出来，好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就看看，看你吃药，你看你猜。好。然后我们也没有眼罩，全靠自己，全靠自己，全靠自己。那你闭眼睛吗？这可以挡眼罩吗？不可以。你闭眼睛吧。我开始喽。嗯。我挑一下。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先。我想想这是什么味道啊？你吐在哪里啊？手机上面，放那个锡纸上面。弄到锡纸完全撕下来。嗯。我用盖子把它盖住，因为我怕它等我睁眼的时候它会看见。好了吗 ？OK。入耳看看上面的味道。嗯。对，你就，然后你跟大家说是哪个嘛？水果大家都认可。对对对。柠檬的，柠檬，嗯，你猜错了，是，公布答案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橙子，是橙子，嗯，是吧？是 ，OK， 那我是我继续还是我们交换？你继续 ，OK。闭眼睛没？嗯。我看一下，我挑一个，挑一个底下一点的。这个，看到了吗？是这个。多尝一会儿，让它。你可以，嗯，你可以的那个糖，那个就是多含一会儿，让你口水别尿咽下去，你再多尝一下。你跟我们两个我用我的手挡住了，他看不到那个糖的颜色了。樱桃或者三色，嗯，你选一个。但是屏幕前的各位是知道的。三色。好，确定没？确定了。好，你答对了。耶，终于答对了。还蛮那啥的，这都能猜对。嗯，你再来一个好不好？闭眼睛哦。嗯。还剩最后几种水果？还有一二三，还有三种，还有三个水果。那我们再吃两颗。好。这个。看到了吗？让我想这啥。两个店都拧到一起去，这个我从来没有跟其他的店，所以我要跟两位讲。
就是这个。嗯，你把舌头吐出来给他们看了。嗯，你怎么给他们看到？我指那个盖子上的图案。雪梨、哦、有点东西吗？就是一股冰糖雪梨的味道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、嗯、好，那再最后一个啊、哦、最后一个、嗯、还是那两个。那这不能说，这你也不让你知道。我挑挑看啊，厉害吧，三中二还是蛮厉害的。这个、哦、什么很明显吗？不是很明显，是超难吃。那我应该吃套、哦、我知道有一个口味很难吃，这个套真的好难吃。那你吐出来，你让我看吃那个味道是吗？我吐了、嗯、啊，那你看，你要让我尝一尝吗？你不是你知道吗？那你直接说吧。那我要验证一下答案了。你一个吻都不肯吃雪梨。樱桃，嗯，好难吃，真的好难吃。最后一个还要吃吗？吃吧。我们把它结束好不好？哦，应该是这个。这个还是什么？橙子哦。那最后一个，那你就喂给我吃吧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就喂给他吃吧。我先尝一下，嗯，好不好吃？我感觉我们第一个好像错。第一个什么？第一个是这个，嗯，我说的是哪个来着？你说是橙子。对，但是这个好像是橙子，第一个好像是柠檬。那我是猜对了吧？嗯，好像是的。你猜，我来验证一下你的猜法。嗯，这是最后一个，这是橙子，对吧？那我全猜对了。嗯，他全对了，牛，六六六。那今天就结束了喽。那我们就是下次就我吃，然后给他猜。嗯，他肯定没有厉害的。好吧，我的确我自己吃的时候我都猜不出来，我看着他的样子我都猜不出来。嗯，拜拜喽。拜拜，下次见。